没人呢。哦，你在。我攒了四个能量，他在也没用了呀。想到他要用闪现的，哎呀，好急人哦！敲不动啊，这敲半天。脑壳疼。我能去反着鸟吗？打不起来。零杠二了啊！这没末世敲不动这个人，他都没做弱武装，敲不动。你是把你给敲死了，我的宝儿！再来帮他。那个镜呢？把那个镜摇过来。我把这个上路给打穿。来，再来，真的是把我弄怒了呀！哎呀，
都在草里面阴我。我把冰心一坐，上路直接头打穿。不要慌，这把我已经上路打通了呀，这还有什么好说的呢？零杠二打通上路，老夫子必须的嘛。星期第二，下路压，哎，就实话实话的有点久。应该也不亏了，下路塔也能推，那这样的话双边塔都推完了，打招打招打打打反手打打打，完了他炸了，等下我出个抵抗鞋就好了，有点膨胀了。拿个暴君，加不双抗，谁能拦住我推这个塔？就打你怎么了？啊，就打你怎么了？再换，再换，换，换换换换换换换啊换，还你，你啊怎么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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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拉二技能，都给他拆干净。我害怕一技能大招啊，不能死于他这个常规操作。怎么这就害怕了？半血的我他不敢招我，我已经打出我的压迫感了，兄弟们。来半完血宰一个，哎呀呵，你这个人呐，问题不大，一首小爱影战服愉快的结束这把游戏，兄弟们。外塔在十分钟已经全部推完，我们这边高地都没掉一个，好吧？这不开心，老夫子，我不是嘎嘎乱敲，我的好兄弟蒸发了。我想一个打五个，
是我想太多，兄弟们，控制太多了，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事情，好吧？并不能无限刷出二技能，我无限刷出二技能就可以支棱起来，但我打不了。我被打断了。别怕呀，我在。这不秒，这绑一个随便打，控我好烦。你出来了吧你啊，出来。还有谁？下了现代呀，三路全推了。我推塔贼快。我弱化一开，我疯狂的点塔。谁都无法阻拦我这颗推塔的心，好吗？这个二技能红怒疯狂刷二，无敌减伤。哎呀，这前面送了两个被别人这样按在地上打，说明我这个对抗这个意识还是不够好，但还是能打出 MVP 手法。下一把，希望大家多多关注，多多转发，拜拜。